是以游戏化行销理论揭开零售业的行销面纱。游戏化行销就是能与消费者互动的行销方式。我们这组研究目的就是来探讨游戏化行销的历史沿革，以及利用理论和个案来分析说明游戏化行销，最后以问卷调查分析来探讨游戏化行销在消费者心中的偏好程度。在传统社会注重的是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，时至今日，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只剩下结账以及付款。企业为了改善这个情况，推出了许多行销方式，例如集点和按赞。那游戏化行销到底是什么呢？游戏化行销就是包含五种要素的行销方式。第一种，趣味性。游戏活动必须要引起消费者兴趣，大家才会去参加。第二是互动性，行销活动必须与消费者互动，来让消费者来认同这项产品。第三是挑战性，企业在定游戏的时候，难度不宜过高或过低，才能来增加消费者参与。第四是目标性，消费者企业在订立游戏化行销的时候都有一个目标，例如提升业绩或者增加商誉。最后是规则性，每个行销活动都有它一定的规则，企业必须利用各种管道把游戏规则推给所有消费者知道。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几项游戏化行销中的案例，像是按赞集气、手机打卡、排名、闯关挖宝、心理测验、上网登录序号、FB 上传照片，还有集点活动。我们透过问卷调查就可以发现，集点活动是所有消费者最偏好的一个活动。而 Seven 在2005年的时候成功导入了游戏化行销，他们透过集点活动能够换取 Hello Kitty 的磁铁。而我们从图表中可以得知，2005年比前期呈现大幅成长，而在以后各年度也持续上升。我们从此可得知，游戏化行销的导入能够使业绩成长，这个成长能够进而使7-Eleven 成为零售业的龙头。市场上充斥着许多行销手法，我们发现其实这些行销手法都与游戏化行销密不可分，而我们就以自助行销来探讨其中的内容。维他路公司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书跑杯路跑活动，这成功的达到与消费者互动的目的。在活动过程中，消费者往往都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，这就是趣味性。而维他路公司也会把参与者分为竞赛组与休闲组，分别定义不同的竞赛内容。这也是游戏化行销要素中挑战性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的原则。规则性，维他路公司有订立一套规则，说明你必须跑完全程，它才会获得应有的奖励，就像一条毛巾。然后你在跑完过程后，维他路公司会提供它的饮品书跑来与你互动，让消费者产生产品印象，在日后当中若有相同的需求，则可以加以选购。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游戏化行销与我们生活其实是密不可分的。那现在我要介绍是本组提出的结论。那我们这一组提出了五个结论。第一个，双面刃的游戏化行销是指若设计合宜可以达到它的目标，若设计不合宜可能会使消费者对它信心度下降。第二个，结合各领域的游戏化行销，就像前面所讲的，结合游戏化自助性行销。第三个，简单进行更胜花招百出，简单的活动可以更吸引消费者。第四个，符合社会流行趋势，据 7 的集点活动， 7 推出了 LINE 集点活动， LINE 就是很流行的一个通讯软体，结合这股流行趋势推出赠品，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。那最后一个，社群网站的加持，在我们问卷调查发现，按赞跟集点是最多人知道的游戏化活动。那透过社群网站，可以让更多人参与游戏化活动。本组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五个建议。那我针对第二个加以举例，社会行销提高业者知名度。那在高雄有一间餐厅，他们在 Facebook 发起，只要集满50,000个赞，就推出代用便当。像这样在社会行销的过程导入社会公益，可以使消费者对他们的正面评价大为提升。那看最后一个，赠品结合
实用性、话题性。那我举例子是 Seven 之前推出的几点赠送 Hello Kitty 杯子，还有汤匙。杯子跟汤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，像这样结合赠品的实用性以及卡通人物的话题性，可以更吸引消费者的意愿参与活动。以上是我们的报告内容，谢谢大家。